Thank you.
神的众儿女们，愿我们一起被点亮。2019已经来到了，我们一生一世要跟随上帝这道光，领受第一道光的赐福，得着那从天而来的伟大的力量。我们为神永恒的国度要继续征战，成为约书亚一代，成为祷告的勇士，基督的精兵，天国福音的见证人。阿们，阿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你们。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信从这光，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主啊，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。2018年，世界在主的恩典保守中结束，照着神永恒的旨意画上圆满的句号。现在我宣布，全球第一道光跨年祷告晚会到此结束。好，我们一起说三声三下哈利路亚，好吧？作为结束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。